大家好，我是吐司。身为一个技术主播，今天我要来介绍六个新手都能做到的超帅气的技术操作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考虑底下订阅我，并按下大拇指向上的符号，并开启那大大的铃铛。我们开始正片。放梯子的时候，与其瞄准方块侧边，倒不如瞄准旁边的地板，更容易成功哟。再来是水桶 MLG， 由于太多人说我都 drag click，所以我开了 CPS 显示，证明 ECPS 也可以做到。再来是拿着中介珍珠，在快落地之前往地板丢出去，可以大幅减少伤害。落地时放下一艘船并坐上它，我一样开了 CPS 显示，你可以在 5CPS 以内完成这项操作。接下来你需要先确定地板有轨道，在落地之前在轨道上放出矿车，并且坐上它。最后一个是鹰架，这项操作你可以全程按住 Shift， 我先以第三人称方式呈现给各位看。再来是第一人称，一样是落地之前放下鹰架，并且以蹲下的方式蹲进去。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拜拜。